今天比昨天还更多一些了。嗯。哦，那又烂了两朵，昨天开的。这没有及时采回去的，就是可惜的了。嗯，可不准的。哇，这一朵大朵。嗯。这两朵大朵的烂掉就可惜的了。是啊，有一朵好的，这个昨天开掉了哈。所以这个竹笋啊，你说哪里能快递啊？只能烘干啊。这个都被它影响了，孢子粉粘得了吗？哎呦，好滑！哇，这里好多蛋哦。它根都磕破掉了。这朵还很漂亮。这开了群了，就是。太雨淋啊，还好雨没下。这会没下雨。是啊，下雨的话，这几朵被淋了就很难看了。这里还有个好大朵的。哇，哇，这个金托那么重。很大个。孢子粉有点粘到了。雨也来了。太滑的站不住啊。嗯，这几朵都开了，还好也快采完了。雨是越下越大了。嗯，赶在大雨来临之前把它采掉。这一朵还是开得很漂亮哦。这里还有一个蛋，这还有个蛋呢。这个时候还有点蛋。下雨天就是乱来了。是啊，包裹住了。你看这一打开，杆子这么长。哇，这树根里面还长了两个。两个大家伙。这两个很大个。啊，这个很好，很干净，很白。而且没有破的断的地方，这个不敢能断掉。这个快要断了，哇，还好，这个它的杆子已经开始折起来了。这要是下了雨的话，就没有这么好了。看哦，嗯，这还有两个，这种呢。伞群没下来的都还好一些。这三朵采完就结束了。嗯，还好今天也来得及。还好在大雨来临之前采完了哈。他们在田里的就不好了，田里的那个水满进去，那个田里的就被淹掉了。看看今天的最后一朵，今天比前两天多了哈。嗯，今天多的多了，还好白白净净的。哎，这个没有被雨淋了就好点。不好意思。嗯。